农历猴年九月初十，今天的资讯谣，在玩家们经历了那个极其不稳定的温室应用商城，渣优化的量子破碎，优化也不算得好的极限竞速地平线三之后，都对微软自家的 UWP 游戏 PC 版持起了谨慎态度。眼看着战争机四明天就要发售了，终于有外媒站了出来，声明战争机四的 PC 版拥有神一般的优化，只需要 GTX 950显卡即可在 1080p 分辨率下开启全特效，并以稳定的30帧进行游戏，而卡皇泰坦 X 则可以完美的运行 4K 60帧的游戏。看来再优化一下，微软号称的在天蝎座上也达到 4K 60帧还是比较有谱的。再说一句，战争机四的成就也是有点屌啊。还记得以前 B 社发推称和索尼没谈妥，导致辐射4的 MOD 不能登录 PS4 平台吗？最近 B 社又发文说事情搞定了，辐射4和上古卷轴5重置版的 MOD 都会支持 PS4，而且上古卷轴5重置版还支持在 PS Pro 上的原生 4K 显示，不过由于某些原因，游戏 MOD 的大小会有所限制，能玩到 B 社游戏的 MOD 就已经很好啦。没猜错的话， PS4 版的辐射4玩 MOD 应该会和 Xbox 版一样需要科学上网技巧，大家记得提前准备。其他的快点说，微软推出核心重铸30分钟免费试玩版，对应 Xbox 和 Win 10平台，废土3开启众筹，短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众筹目标，有多少人期待这个被牺牲为辐射精神前作的系列重新活过来呢？蝙蝠侠宠粉阿卡姆放出实际视频，作为重置版游戏优秀的打击感完美的继承了原作，但是部分玩家对于这个号称使用虚幻四引擎的重置画面并不满意，大家还是亲眼看看吧。Heads or tails, kitty cat? Which one lets me out of here alive? Not this one. Time to die. I vote for a stay of execution. No gun, Harv? Shame. This is gonna hurt. Two guns, bitch! And I thought it was cats who have 9 lives.